康超人大战百变魔王。病毒们，这次的攻击对象是安安。查！睡觉，你怎么一直在咳嗽嘞？喉咙会不会痛？那你早点睡，我明天带你去看医生。好了，晚安。带你去看医生，穿一下外套。来，好，走。38.5度，发烧了。医生，可是安安以前感冒最多是咳嗽、流鼻水。为什么这次会那么严重？安安得到的是流行性感冒，跟普通感冒不同，除了咳嗽、鼻塞等呼吸器官的毛病，还会发高烧、全身酸痛。妈妈，小明又哭哭手汗发烧哎，这样啊？安安应该是被奇葩的小朋友传染流感，这就是流感可怕的地方，传染的速度很快，一下子就让很多人生病了。所以流感的季节，不要到人太多或者是空气不流畅的地方。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？记得啊，要给安安请假，让他在家好好休息，多喝开水，这样子啊，安安才会好得快，而且也不会再传染给别人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安安啊，你今天很勇敢哦，我要送你一个礼物。哦，他叫健康超人，你要跟他做好朋友哦。谢谢医生伯伯。谢谢医生。得到流感怎么办？跟学校请假，在家好好休息，不要到人多或空气不流通的地方玩，多喝开水，多睡觉，才会快快好哦。流感我第一，健康超人 ，Hello， 你好啊，安安，健康超人，你原来会说话、啊，嘘，这是个秘密，不能让大人知道哦。安安，我出现是要邀请你加入健康超人特工队。健康超人特工队？嗯，没错，特工队专门对付流感病毒。拯救生病的小朋友，我要参加。但是安安，你还不能参加哎，因为你剩太多东西没吃了。我不喜欢吃，我最怕小朋友挑食了，我会变成不健康超人。如果吃了青菜的话，你会变成原来的健康超人吗？没错，不但我会变成健康超人，你也会变成健康安安。要打击流感病毒，第一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。如果我们不吃这个不吃那个，身体就会很虚弱，像站不稳的积木一样，哐啷就倒了。好，那我把这些东西都吃掉，你要让我参加特工队哦。耶！
我恢复战斗力了。健康超人，流感病毒到底是谁？他让我和我的朋友都生病了。哈哈，这个问我就对了。这是流感病毒军团的老大，百变魔王。百变魔王和他的军团会变成很多不同的流感病毒，破坏我们的身体。有时候他们会趁着咳嗽或是打喷嚏时飞到另一个人身上，或是躲在玩具、食物上面，让我们摸到，趁机跳到我们手上，然后很快地跑进身体里面。可恶，我一定要找到魔王。安安，你饭吃完了没？哦，妈妈来了，我先走喽，下次再跟你说打击流感的方法。哎，你的手上这是什么？借妈妈看一下。桑尼亚哦，快点。好啦，你看，给妈妈看了。你很皮耶，你看我们怎么小气鬼。打击流感第一招，把饭菜吃光光，不挑嘴，不偏食，均衡营养，头好身体壮壮，流感病毒不敢靠近啦。安安，口罩呢要把鼻子完全罩住，然后来上面鼻子上面这边捏一下，把它夹紧，这样子它才不会滑下来。现在才买菜？哎呀，刚刚带小明去看医生啊，今天早上又发烧了。啊，哎，我们家安安也是啊，他得那个流行性感冒，休息了好几天哦。该不会是被小明传染的吧？这次的流感啊，好厉害的哎。对啊。哎，其实啊，前阵子卫生署有推行预防接种，电视上有宣导说，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呢，可以去接种流感疫苗。结果啊，我一忙就忘了带他去打针了。啊，对，你这样一讲我才想起来，其实我们家安安啊，他自从满6个月以后啊，我就每年都有固定去带他注射那个流行感冒的疫苗，这样子啊可以降低儿童感染流行性感冒的几率哦。健康超人最帅气，打击流感我第一。健康超人，我跟你说，原来我小时候都被妈妈带去打针的。这是一定要的，最好在流感流行季节开始前注射流感疫苗。妈妈真的很爱你耶，她都会按时带你去注射疫苗。那我要谢谢妈妈才对哦。安安，走啊，我们回家吃饭了。妈妈，我好爱你，谢谢你照顾我。你怎么了？好啦，走吧，我们回家了。口罩记得戴啊。打击流感第二招，得了流感的小朋友出门要记得戴口罩哦，爸爸妈妈要按时带小朋友施打流感疫苗，减轻感冒症状。哎，吃了饭，你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你的身体又变成灰色了。因为你刚从外面回来，没洗手就要拿东西吃，很容易把躲在手上的流感病毒吃进肚子里，害我也变得不健康。好，那我要去洗手。哎，等一下，洗手不能随便洗，这样根本无法冲走病毒。那怎么洗才会变得很干净呢？哈哈，看好喽，健康超人特工队的第一把宝，正确洗手5大步骤。撕搓冲捧擦。没错，用肥皂洗手，加上5大步骤，撕搓冲捧擦，特工队就所向无敌啦。首先在水龙头下把两手弄湿，记住要全部淋湿，可不是只淋湿一根小指头哦。第二，拿起肥皂，把手心手背搓一搓，揉一揉，嘿嘿，泡泡出来喽！每根手指头都要搓一搓，揉一揉哦。第三，用水把手冲干净。别走开！被攻击了！小偷，快撤开！
最后，洪水将水龙头抽洗干净，再关闭水龙头，用干净毛巾擦干手，不要把水乱甩哦。现在我的手都要变得好干净哦。记得提醒妈妈也要常常洗手，大朋友小朋友都一样，常常洗手，百变魔王就没办法把病毒军团带到家里喽。妈，妈妈，你记得要洗手。妈妈已经洗了，你怎么会变那么乖？那妈妈喂你吃好不好？妈妈手是干净的哦。打击流感第三招，勤用肥皂洗手，湿搓冲捧擦，手手好干净，病毒不停留。别唱了，气死我了！健康超人一出现，让小朋友变成爱干净的健康宝宝，都没办法欺负他们啦。我只好派出更厉害的秘密武器，变身吧，新型流感病毒！百变魔王，打败健康超人就交给我了。经过变形以后，没有人可以对付我，我一定会让大家通通生病。新型流感病毒万岁！百变魔王万岁！耶！我可以继续下了，我可以去玩溜滑梯的。我们把你的手帕还有你的健康超人都拿给你，可是你要记得哦，如果你要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，会赶快拿手帕遮住你的嘴巴跟鼻子，这样子才不会把你的流行性感冒传染给其他同学啊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我们帮你放一下。等一下。好像看到。好了，走。妈妈，快点啦！哎呀，快点啦，干嘛吃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园长早安。嘿，安安，你终于来上学啦！对呀，园长，你在这边做什么啊？我刚刚在帮小鸟打扫它的家啊。你有没有在做小鸟的臭便便啊？没有，是因为打扫完小鸟的家，记得一定要洗手哦。这样不但可以把脏脏的东西冲掉，还可以避免把新型流感病毒带到身体内哦。什么是新型流感病毒啊？本来在小鸟、小鸡这些小动物身上的病毒军团就叫做禽流感病毒，但是最近发现啊，我们不小心摸到身上带有禽流感病毒的小鸟、小鸡和小鸭，或者是不小心摸到他们的便便跟尿尿，还是说吸到常有禽流感病毒的灰尘，结果啊都生病咯。那因为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对付这种病毒，所以我们又叫他们做新型流感病毒。所以园长才要用肥皂洗手。对啊，而且我还要到厨房去跟阿姨说，你们的午餐里如果有鸡肉、鸡蛋和鸭肉，一定要煮熟哦，这样你们吃了才不会生病啊。好啦，安安，赶快进教室吧。园长再见，拜拜。让我们回想今天看了什么。没想到百变魔王又派出新型流感病毒。我们是健康超人特工队耶，才不怕百变魔王。对，健康超人最帅气，打击流感我第一。安安，只要我们爱干净，注意卫生，不要把手指头放进嘴巴里或是咬指甲，这样就不会把百变魔王吃到肚子里哦。还要记得不要揉眼睛哦。还有最重要的法宝，常常洗手，湿搓冲捧擦。对，安安，下课时我们一起跑操场做体操，
现在我来教你几招健康操的舞步吧。听讲 Lucy 是常做运动，身体健康精神好。Lucy， 你是哪会这么牛？身体健康精神好，规律运动不可少，没事常做健身操，全身运动功效好。喂，同学，每礼拜运动都有来安排，每天我就报予你知。Come on baby， 当这来，摸到一三五，摸到二四六，实在真厉害，大家当这来。这样可以训练强壮的身体，并且把妈妈煮的饭菜通通吃光，补充体力。百变魔王绝对无法欺负卫生又健康的小孩哟。没办法靠近小朋友，小朋友变得好健康。 Oh no， 要敢顶住。 Oh no， 没办法靠近小朋友。哎呦哎呦，百变魔王，我们又输了。我得了流行感冒，头烫烫，哭哭少，想睡觉，好难受。我是健康快乐的小孩，常洗手，不偏食，多运动，睡饱饱。人很多，很挤，很热闹的地方我不去。鸟类、鸡鸭、鸽子的禽类动物我不摸。流感病毒你别靠近，百变魔王拜拜喽。